讲迈步如猫行，应尽如臭屎吼。啊，这部我们在咧讲什么吼？伊的作用是啥物？来请教老师。这篇故事，要动静的要关。哦，这就是那怕滚连带的滚，那我想要弄目的是咧要动静。那这个目的的些人哦，一定爱来了解这个这两个要关。因为这两个要关，那未了哦，可能这个要动静哦，会较困难。啊，所以讲这两个要领啦，会晓爱要达到迄个真动静哦，啊，就较容易啊。所以这要关呢，一定爱了解。头一个就是讲迈步如猫行，哦，这就是讲咱的步伐，啊，就爱偌大，啊，才有恰当，爱偌大上步，啊，上步会使安怎样？是，头爱偌长、偌宽的，啊，这个步伐啊，必须爱就是猫行，然后猫在咧行的。那个方法，就是讲，伊脚出去吼，伊无身躯无伸到出去，哦，伊就讲脚出去，啊，咱嘛是个爱模仿着迄个猫，就是要踏出去吼，脚出去，啊，那个，啊，这个就是从拄好个恰当好处的这场大小。啊，这个大小为什么要话呢？诶，就是因为咱要动静，就爱有一个断接啊。断接哦，就是讲剑要起来，要较稳起来的时候，或者讲得机得势。啊，得机得势，诶，记忆到咧，记咧中两股前肩有力，两脚的这中间哦，这就是中定。啊，中定才有机啊。啊，你若无，你若要找迄个机，迄个重点哦，必须爱步伐袂使太大。啊，你啊，啊，搁再哦，要稳起来哦，啊，就搁爱往下沉。重点嘛袂使脱离重点哦，你往下沉，啊，接起来都重点了，才有迄个劲能起来。啊，所以讲这个步伐哦，头这就是。有两句啦吼，一句是哦，迈步如猫行，啊，一句是迈步如林鞭，啊，同意思。哦，迄就是讲，无想法无法的哦。哦，即个无法的问题。是。啊，应尽如措施，啊，要劲要甲稳起来。即应尽就是要甲稳咯，要甲尽力施以脚跟。要起来，要为中殿起来，这是就是爱断接，啊断接要哪断？就是讲，就是迄个咧抽牛啊丝安尼，往下沉落去，啊来甲放落去，迄个牛啊丝放，迄个产检啊吼，啊来甲放落去，啊放落去啊，即摆迄这个抽起来，顺势才会使，啊来甲放落去，啊再抽起来。啊！你咱这就是吼，爱意念爱，诶，重心哦，就爱降，爱降爱卡底落去，爱再跳起。是。啊，这是运筋如措施，这就是要劲要稳起来方法，这要关。啊，你才稳得起。啊，你若唔知影这方法哦，你稳劲稳袂起。是。哦，啊，就讲。叫由进断亦不断，那断就是个错，哦错，他们在这个跳起来就在接，断接，哦，啊那个断，往下往一先放入去，啊这个错，这就是断，啊接就是安尼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用一根的高手来。你若你破落去哦，啊，
尼小安尼，安尼疏松微松，疏松微松就是讲，迄个松唔是，唔是，唔是放落松，是往上的松。哦，将展未展。哦，即个就是哦，你食个迄个迄个气氛就是安尼，疏松微松，将展未展安尼，这就是用意的。进断意不断，这意念啊，你可以个手啊，你安尼，安尼做个。是。哦，这样嘞。啊，这就讲进个卡卡错误的啊，啊等于。是。啊，你一等于就是要。啊，举起来，那个手就个，这意念的那个手的，那个就个，哎呀，所以老师，说的入骨，是，所以老师这部分吼，迈步如猫行，定静如抽丝吼，听老师在讲，应该就是指这个断界的部分嘛，就是开的这个时阵嘛吼，啊，伊这组吼，应该是算一组就对啦，有因果关系啦，迈步如猫行，你都爱做有够，哦。啊，无你后壁你就无法度应尽如措施啊，是不是安尼吼？哎、欸，对。啊，这个迈步如猫行，听老师咧讲的意思，应该就是讲脚步唔好大就对啦。唔好大。吼、哦，啊，过来重心就是爱保持咧后壁、欸，啊，正脚换出去。欸、啊，你若要退后嘛，同款就对啦，就是爱这个正脚的吼，头前脚的啊，刷来后壁脚的。因为咱要应该是咱们中点的是。中间的呢还错了，但是哦，安尼哦会超过的，是，啊所以哦你等下后壁卡，是，这个错了一下都对了，哦，主要小心轻松，还提前了对吧？是是，提前个错了一下，是，还是都对，迄错了去都对了，是，啊你若是哦，那个对了啊，这个错了还超过的，是，啊这个应尽如抽丝的部分哦。应尽应该就是指这个断接这个部分吧。对，吼、哦，应尽就是要这个紧起来。应尽就是一劲比较稳起来。是。啊，无你无稳，你袂伊袂较硬起来。是。爱较稳起来。啊，稳是方法，要法就是应尽如措施，要像咧抽水啊呢，这个方法，这就是要法。抽水啊，意思是不是？你抽一个。牛阿西，牛阿西的戏，迄落产检啊，迄产检啊，啊你甲放落去，啊才抽起来。是。哦，啊无你若来讲，我这抽起来抽袂起。哦。就是遐轻啊，第一件。是。啊抽袂起，啊你甲放落去，啊才抽起来。哦，这产检这个刚溜球，刚要溜球要干安尼哦。诶，要赶快的意思啦。啊，是他的赶快意思咯。诶，就是产检哦，咱若讲产检就是爱较轻的，啊轻的哦，啊轻的就是讲，还用意念放落去，是，意念放落去，是，啊就安尼在错，安尼，人咧有只有只个放落去，是，安尼哦，安尼可能迄个放袂落去，是，啊你就安尼可以来对落去。啊！即有咧，一抽咧，另外些感受无，迄就是哦，我放下就是在下面有水，哦，哎，放下有安尼吸到水安尼，啊，再抽起来。所以老师，你咧讲这个放落去，意思就是这个断嘛，就是这个注意向前，先错后这个错嘛，吼。啊，这个放落去以后，啊，就爱抽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抽起来是啥物？是降是吧？这个安尼哦，安尼阮这样哦，安尼父母啊，唔多收长啊。是。哦，都遮哦，安尼意念安尼放落去，放个卡点落去。哦，意念收落去。啊，就安尼错一下。哦，错一下是断。哦，啊，错一下是断了这，还是抽开。是。今天哦，要先意念落去。意念的卡点，是，啊，就安尼错一下，啊，才抽起来，这就是断。
问老师。所以这个迈步如猫行，应劲如抽丝哈，这讲的这个部分就是咱这个断界部分啦哈。是，刚问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所以这个咱要向前，向前退后，乃得其得失。是，这个时阵就是要捡袂起来。是，爱得气，得气就是爱中间，两脚爱中间，安尼叫气。啊，你若超过，若有不得，迄个袂当得到气较正吼，迄就是用迄个偏移啦，呼吸不对，啊不对是变迄个两脚一个超过去啊，偏去啊，哦，啊偏就迄个强度无去啊。是。老师啊，进一步来请教是讲啊，这个断接的部分断。伊个要领是啥物？啊，接个要领是啥物？断哦，断一个要领哦，啊，你都爱有接嘛？啊，有你若无接哦，嘛无去啊。啊，断是名啊断。断就是哦，先意念刚卡底。意念放哦。哦，刚卡底啊，怎啊？啊，怎啊？个啊，个断者，个断伊哪？你讲个，啊，个断者，啊，你，哎，啊，就。啊，就顺你的势哦，爱甲做起来。哦。啊，所以就。是。哎呀，就像老师进前讲的，这个爱确认一下对吧？对啊。爱错，足意向前先错后了。不管哪一年。哦，足意向前错。哎，对错。哦，就是断的这个要命的对吧？哦。啊，接的接。啊，接就是哦，爱甲断落来再接起来。啊，你唔要想。收紧嘛无啦，哦，啊你收慢嘛袂使，嗯，你若断落去啊，啊开无久啊，啊你才要接无，无啊，哦，哦，啊断啊就是要接，顺势，啊你顺势啊你，哦，啊顺势啊你才接袂着，是，啊这个顺势是，我看老师这动作嘛是收敛入骨啊，嘿，啊你吼这断，这，这速度都。诶，时间都安尼，是，断接，是，哎，顺势的对啦，吼，是，人断个接拢对接啊，也无好啊，也袂接袂着啊，啊你若讲断，啊袂无接哦，啊你搁少接咧，啊就接无啊，啊你了解两款，放落去以后，啊顺势啊接一下吼。你袂使当时，你当时就无效果啦吼。对啊，啊想办法袂使。你个弹落去，啊开无久啊，你要个接。对啦。感恩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感恩老师，今仔日老师讲一个迈步如猫行，甲迈步如林烟哦，会使讲会当哦，真济需要咧爱动静的人吼，会使讲。帮助真大，可以讲伊迄个步伐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步伐就是讲，你上步的时重心就唔好偏咧头前，安尼你就偏去啊。老师今仔日讲的重点就是要爱，要真严格，要求这个得机得势的这个重心。所以你必须吼，爱迈步如猫行，或者是迈步如林烟。总共一句，迄个重点就是讲，重心唔好对脚去，你向前退后拢同款。哦，这个重点吼，虽然讲我听起来讲这步伐，我嘛会晓啊，我都会晓前进嘛，会晓退后啊。老师今仔又在真严格一直强调，这会当互大家吼，要动静的人，想要爱要动静的人吼，帮助真大。嘛就是讲。老师咧讲的重点就是讲吼，迄、那个脚步，你迈步如猫行吼，咱也是林烟，吼重心迈一个就向前，你随时你的脚会当倒转来，吼重心伫后壁，啊脚随时拢会当倒转来，啊即摆讲前弓步，吼你若要后坐的时吼，大部分吼。一寡遮个朋友吼，你都安尼一个就臀部就安尼就堵去后壁，
所以你无法度多知多事。所以我伫感恩老师讲，今仔老师讲即个课程吼，真正帮助真侪人，要爱动静的人，帮助真大。哦，咱若要后退的时阵嘛是同款，同款，哎，胃头前卡，胃头前卡，安尼逐逐的往下松沉。哦，啊嘟嘟，多积德数，都两股承接有力。哦，多去注意，唔好臀部往后退。哦，无论单卡，你无论是要前进，要前进，哎，就是胃单卡，哎。多好说，讲讲说尾离啊，沉离两腿相随，哎、欸，嘟嘟啊，中心点，嘟嘟多积得失，哦，啊，即卖若要后坐的时，要后退的时，胃头前卡，同款，啊，直直松沉，哦，松沉，啊，嘟嘟啊好，多积得失会继续，哦，啊，才接近接会到安尼。诚感恩老师今仔讲即个课题吼。啊，甲拄只有一点，老师咧讲即个应尽如抽丝的所在，嘛帮助真侪人啊。大部分的人，你就想讲有啊，老师讲断接，啊我著断接一步骨，一步心算，无顺势收敛入骨。所以拄只即位同学提问题，甲伊发表伊的心得吼，真正确。迄、那个所在就是爱顺势。哦，老师嘛一直强调，啊，你都哎断接啊，接是从什么念？接老师就是讲爱顺势收敛入骨，迄个就是你讲啦。嗯。哦，刚刚咱两重唱、二重唱，你唔好安尼哦，接着啊停一步骨，啊才要收敛入骨，迄个气练袂断。所以今仔老师讲这个课吼，帮助真济，会使讲。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，断接复阳啊，无迄个悬接招式，无迄个接头，就是拢连落去。会使讲咱迄个动静先有论，嘛有讲四趴啊，吼，老师嘛常常咧强调啊，吼，讲建立即开五开即合，吼，看来即干。就是即性，即四趴嘛拢爱练啦，袂使有接头。所以一般都是拢哦接近啊接着啊一步步，啊才要收敛入骨，拢分几种。所以今仔老师上即个课讲，即、這个迈步如猫行，应尽如抽丝，帮助真济人，能够静静。